心有一点清净，归咱的原心呐，恢复回来，这是咱照着天灵金宝啊，教咱心清，看回咱原来本性啊，金体是将着正法顺流行。咱转到这么稳的天灵，一点的本性，开咱清净这尊心，是以清体的原灵，咱度到当下心静，这是顺着天意，予咱正法入心啊，是以清净的天意，无话来讲，顺咱的心静，获得一条灵气，咱只有用印的无形界，伊爱咱相通，无话这条原性啊，是咱照着先天的本性，恰恰在咱即马这个气场，是惊回清体咱的原心，无啊爱咱恢复正理的心出家，这是咱的心性，照着母娘这口气。现在咱即马这个道场啊，这是咧讲经，母啊，伊予咱顺伊的性，念出来啊，咱这条原形，这是咱的本源体，咱叫做母源、母娘啊，是清体一条灵性。来到心门啊，咱的本性啊，母啊，伊只有将咱恢复原形，迄、那个金体，这是咱见原形出定。伫咱凡间呐，要讲个讲，是咱顺着母娘的圣意，降伫咱即嘛，这个身躯这条灵的个体。是清净，这个天理是虚空界啊！这神啊，伊承咱顺个这么明，拢是出法界心性，咱再来兑现有落界天命啦，是正法一条灵气，是我爱讲出家落家己的心。上冲伊个灵性，我会当拍通是家己个心性呐。这是对着原来个灵性，找出着现代咱个心境，有咱这点清澈个天，我再来讲倒转来顺家一心呐。是咱出家这条心灵啊，无啊爱咱行的这尼啊清净，这是咱一口气内底，甲母娘是相通相合的，这就是咱顺家照着母啊这种心灵，是顺家心啊这种正常。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，母娘爱咱顺甲这么清净，转回咱的元神呐、啊，定定，袂当遐。这就是咱咧讲破世间的灵，出定就出窍，咱再当接到虚空咱的灵性，
顺着正觉这条神的本领啊，是顺入来这个天，咱才会当以清界一尊神啊，清净的天意，心明啊，落在咱这个心最主啊。咱来是这条魂啊，咱的主人啊，咱会当做主宰主定，这就是通过咱现主时心会当净出着原来母娘和咱的店铺，是清净，咱才会当行回原灵的天地啊，做主心境啊，一口气。这是咱清楚的天性，心明啊，见咱有清啊，我有一点灵气，倒转啊，先天咱的本性，出家伫咱即马现况的，咱要爱是当下，现主时，这就是咱讲通达到位。咱甲母牛烧火啦，真灵天意落法界，青天转甲心落灵，无形伊个天性，只有来讲着咱兑现本性啊，是咱顺家一世人，咱爱是到合，结果啊。结局结束，咱要看讲毕业来甲咱念主时的究竟啊，这就是咱一世人要讲的天性。咱接受着天顶原来咱的本性归天啊，这种清净是咱对着无形界这个天理完完全全。拢是照母娘伊个圣意降伫咱这凡世间，你讲个清净心啊，是出入来咱健康个，咱会当表示个，咱会当嗲出来金母娘伊个圣意啦。这是咱归着母娘伊个灵性。要来讲元天金母娘娘伊的心，这是天心，这是自然的心，是伊正法这个天界。我虽然跟随这个气场，会当讲的是天理，但是我只要求证，无形界的相通，咱讲到原形。这个天理叫醒我现主时这个心，这才会当讲回灵啊，是咱一点灵性，要讲到咱的心啊稳定肯定，这就是咱见母啊这条原心，顺着天意的原心啊，咱才有这么清楚。一灵气，阁继续大母讲经。咱有肉体，咱才有声音，才会当代理代表母娘伫遮咧讲经。这就是咱讲的通灵的本意，恢复咱归元这条心性。咱这个魂。有咱原来这个无形定住这个心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啊，天心的本性，是咱要归到咱的原来迄中心点，这则是咱咧讲的未开观，天地伊就有啊，这才当住伫咱即马这个虚空太极中。永远生存，是以清净的天理，
以我讲的出来，这种口气啊，这种意义啊，这就是我的心受到正观，点到咱原来迄个灵性，咱叫做先天真一，知气知水拢会使，因为气是水自性的。这就是咱讲的天性，恢复咱的原来本性，因为水是冷的啊，所以心伊是烧的，是咱用安尼来讲。咱水火再当结合啊，顺着咱现主席接触，真温暖、真温和，这种和气，这个磁场，咱叫做这个磁场的磁引呐、啊，这个力量，因咱伫即马这个塔壳中空空，这个金宝伊的灵性，世间讲大概啦，大破约啊，大灵约啊啦。这种逻辑，所以讲，咱只是会当用着大概这个逻辑来形容，这就是咱过去的发生。我照着这个原来所生、所发生的这个事情，安尼来一一表示啦。这就是我的版本，我一世人要学会晓的。这种天性啊，天命，是咱顺甲这么清楚的灵气，我再来行向家己的心报道，这就是咧传话信息啦。咱要伫了定空气中，金宝啊安怎甲咱接受？咱用着清净的教。这个家是零零里里啊，清清楚楚的，不是你这么贵的，咱心有无拢无主定。咱这个家落来，咱的六神呐、啊，爱有一个主命，爱有一个主定。六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咱这个意就是心嘛、啊，哦，咱的心看无啊。从头前这五项有无？你一定爱看甲明明有无？顶顶顶，涉及埋咱这个心，或者六神，神的意思嘛。这就是咱讲甲咱的心嘛，会当顺着正法这个神呐、啊，出家伫遮，敢若出差伫遮，是清净这个天意。咱掉入来顺家这条心性，虽然我无法度完完全全真正者照母娘讲到这么完整完全，但是我即马咧学啊，要学着母娘伊个通天桥，伊予我这么顺的天理，我要学予伊亲像母娘。这般的这样的，这就是咱在世间，咱会当照着空气，照着声音，照着咱的形容词，因为咱有做啊，来甲咱调整。咱有这训导师、行政师、教育师，来甲咱牵引。我是跟随安尼来。我才会当讲甲，会当顺甲母娘这样，近母娘这款，这才是咱讲通灵。我活在凡世间，要如何完成？咱念主席的灵课，去掉咱过去的不如意的业力，这个障碍，是清净这个天理。我慢慢走入正道，这是咱归元这个天性，一粒清楚的脑神经，母娘爱咱这个脑，爱咱这个神，有一个足好的经验经过，安尼才有法度谈吐，你才有法度交谈，
咱伫这个气中，咱伫这个磁场中，你会当照到这个真心的这个意思，不可见。咱的灵性，咱的灵源，这种来意都是道理。是顺着清道这条灵性，咱才会当输入啊这条本性，恢复咱原来迄个天意。是清净这个天地，那么进入到无形界，这个磁场能破，因为这是咱的原能所发下，咱接不到的这种能量能力，是顺着咱今嘛会拄拄啊好用，真适宜，真适合。这就是咱讲通灵，咱说一条，咱家己本身呐、啊，你这个气管有清气啊，是咱恢复清净的天理。咱的排油烟机，今麦咧甲咱洗一届1500块，伊叫你讲爱一年洗一摆，那两年排油烟机就歹洗啊。伊不爱甲你拔啊，那三年间隔，不爱甲你洗啊，甚至于甲你换掉。这就是咱讲这个气功啊，咱不爱卡油膏，咱不爱有障碍，任何一个细项物啊，搁较油，你都袂当伫这个气功。安尼咱咧行诶，都袂自在啦。咱咧讲话啊，咱咧气咧通咧行或咧走啊，都受着。伊所有的伤害啦，啊，咱这个气流都慢慢会受到这种影响啊。这就是咱灵修者，你逐天爱顾条条的，保固、保护、保持，是咱当下咱都要把握啊。这世人咱要过关，过什么关？过苦就灭道，这才是咱来讲到通天的本性，离开到这个苦海，这种艰辛苦涩味，是咱一条青天的灵性。咱再来讲顺加柔性，现着清净的天性，咱只有神功啊，无清净。伫我会当讲通灵出窍，这就是咱一道清净的天理，使咱一种无形这条元神呐、啊，这就是咱顺家咱的天意。一世人咱归空，回到正法才会神尊，是咱照着先天的本源。回到咱即马这个心内底会当成形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。咱心内底这个天圆啊，地是圆圆啊，种天圆嘛是天地，啊嘛是甲咱这个心同款，又一个逻辑，又一个中心点，这就是咱出窍的天理。咱会当伫天圆的中心。来徛起呀，是自在这条灵性。咱再来讲顺母这条天命，是咱照着母牛以这个系统，安尼咱再当讲着天理，顺着原形，这条灵啊，最主，这是咱的主庙啊。伊教咱生出来，咱这个自性，咱现主时会主定主宰啊，这就是咱的主人翁啊。我会当做主，甲母牛直接沟通啊。有啥物啊讲？你咧甲神讲话，这就是咱讲的通灵啊，回到这条青天的真意。
有诶师兄讲，老教你要甲鬼讲话无？如果咱若讲甲两个相对论有无？一边是神，一边就是鬼。啊，你看我要甲鬼讲话无？这就是咱咧讲诶天性。咱人分作心肝好，心肝歹。好诶是神，歹是鬼，魔恶。是这个照嘴啦，是咱的心家己咧分啦。咱所有的灵只有讲关家尔，你伫凡世间有真心要做好无？有要倒胖倒西倒当，咱原来迄个心清净善良会流露无？这是上重要的，鬼神毋是咱分。是咱即马咧找，咱家己即粒性子，这就是咱回到的天性。咱要跳起来两边边的中央，安尼才会当以顺家、以水火、记者，会当成就这个天地，咱所有的两气合一，是顺着这点灵气。咱两气那合一，倒转来太极，入咱的无极。咱即卖两气之下，你着延伸繁殖真济款，这个心态是用安尼来表示，咱着知影顶下顶下是天堂。只有咱即卖这条真义啊，来代表着顺阳天光。因为天是清的，光影影。你如果若伫咧正负两个这个气内底夹合落，你一定烦住啊，都足复烦，烦就是足复杂的啊。啊，伫只生住有无？真侪款的心，真侪款的心都未下，伊就会对立啊，就会有这个敌人，有这个不如意，迄、那个混气啊。咱了解安尼，咱就无爱有生气，吼、哦，有这个性地来直接伤害咱的脑神经啊。脑神经是细条，你看长期有无，就无法度控制啊。是咱只嘛要顾这条脑神，倒转来顺阳啊，迄、那个天神。这则是咱要讲破世间，你只嘛这个心的秘密。是咱行回清净这点灵气，世间这个脑不爱乌白西啊，哦，不爱乌白幻象做迷茫，这就是咱清理门户啦。家己这搞怪有无？家己这乞求有无？不要直接当起病啊！是咱要来讲到天理啊，咱照着清净。这口气是一点清天的灵性，咱来看出清净的本性。咱拢是这个细胞，这个菌在搞怪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天意。逐天咱来出家，落心性啊！今咱这个旧的细胞，再当重新变坏细胞菌。这就是咱上清楚的，咱人生讲上界旺的活力，长青春，长有力，安尼在我都吃掉咧。咱现主是的心力啦，母牛这个金刚的力啦，是伊安尼处啊，咱在当看到咱的心呐、啊，明明明，光光光。安尼，什么都未障碍啊！安尼，这个心神都未去哦，较乌的、较无好的，甲咱生气啊！安尼就未去做业啊，未去做过啊，未去做罪啊！这就是个人爱修啊，咱爱知影，是咱
以这点清净的现世界，咱再要来讲到顺家，这个本性是咱一条清楚的天性，咱爱行顺家这么明，现主时就是咱的天性，咱爱转过到无形，这尊神明啊，这就是咱要讲的天理。咱再来讲顺家这条天命，母啊，伊予咱是清清楚楚的脑神，这粒种啊，伫遮咧生，伫遮咧收，伫遮咧整理，这就是咱规个逻辑啊，要甲母娘这个天来配合，因为咱有真侪资料啊，咱才有这个资源资料。倒转来母娘，这个资产，这就是咱要讲的天性。一世人，咱去宝山，一定要取到咱现主时的法宝至宝，这就是咱的心光亮。母娘爱咱这样呢，其他拢是暂时的，拢是现主时咧甲你骗的，这种计定。包括咱现在这个声音，你的耳朵也是暂时的，要印你，印你这个什么坚定，这才是咱讲的修行。你修到尾啊，无话啊，因为你什么拢知影，你搁讲话无就破功啊。这就是咱真正的秘意。过去祖师啊，一代一代啊。要传这个一代祖师啊，顶祖师要传下代祖师，是用心传的，无讲话。你这个心对得着，安尼咱就是你即马就是这个心，你会当甲我的心做一个连接，这尼啊清楚，这尼啊明白。今仔我甲母娘，这条灵。就是有安呢这种情况，所以讲我才会当叫母牛，这个磁引力，这个气场，这个蛮力，伫我这个身躯整理后，将着我凡世间讲的闽南语、河洛话，咱咧讲的讲台湾土话，来照着老母，伊予我这个心团，用伫在世间。我即卖咧讲的话，我嘛听好用着这个声音的话，我嘛听好用着写字这个话，这就是要代表母娘伊落家的指示，是咱一条清楚的天性，是咱大母这条天命。我讲的，我会当家己知影，杨书记甲写起来。我会当阁一一甲解互顺，因为咱的耳目，你讲的你五语当中，你无照着这个句，但是你这个下落，这个副语啊，就讲加强的这个语气，是有意思无？啊，若无拢爱读两字四字安尼夹合读的顺序，台语咧讲是袂当讲亲像咱即马。会当敢像诗句安尼，但是咱爱照着咱读的顺，这才是咱的理智。原来要靠母娘的功夫嘛，咱是尽量表示伫咱的内静。今日咱要静中搁触动，就这文字出来嘛，伊伫遐一直表示咱连主席咧讲的论文，这是讨论你一生中。你这路行来，你所谓文字的含义，所以讲话不是咱这样咧讲的这声音的话呢，有诶半空中咧画符咧写字，有诶用刷盘咧写字，啊你甲呼呼诶再去读，迄是古早，咱即卖讲用静香粉啦，咧写着较早。刷盘啦，
这就是咱咧讲的通天灵性，归咱转的清净，是元天的本意。咱自然无的，咱这个气把自然溢出来，母牛的精气灌伫遐，或者神。艺术品的人啊，伊神灌伫遐，伊才有刻出来这个像，画出来这个像。这就是咱要讲讲你话有入心无啦？别人看了有喜爱无啦？啊，这都要看个人的功夫啦。今仔我阿良，我无物件，我要讲到物件，啊，这就是气咧通啊。咱的心伫这咧当西啊，你要仗着母娘讲这个善意，这个大逻辑表示伫咱即马这个小心的内底。困难啊，这不是容易，你怎么形容出来？一天一课，所以说咱爱要收集足侪资料的，拜真侪老师，因为所有我拜的拢是我的老师，这是每一个人的心境拢无同啊，每一个人的想法拢无同啊。有诶要爱中途诶，伊就愿意啊；有诶爱悬，搁再悬要求有够悬诶，倒转来敢真崩悬诶，伊才会欢喜。啊，有诶就咱是骨力，你咧讲诶，伊也无爱插你；有诶更加较食力诶，你咧讲，伊搁甲你中伤。万把项诶心态啦，啊，咱受到多种包裹。所以讲，咱修道人，这个心你要包容会起来啊，你才会当甲伊做伙啊。知性就好做伙啦，知影性啦，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气啦。你若有排除迄个心啊，你就拢成敌人啦。安尼后摆你要行的路啊，你要报道的道处啊。你家己孤单啊，伫遐，孤阳孤阴是未成长的。你到时会叫无伴，这就是咱在世间你的心量都爱现啊，爱跨白啊。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性啦。咱的白来啊，你所有爱当予咱现主时，这真正，这高挂的糖啊。和你底下打工底下跟你喵啊，你也会当过一条，你也会当过顺伊的意，迄就是咱的起念啦。哦，咱连主席的这个幻想侪啦，想足侪啊。但是你都无办法了，甲你啊，哦，我都甲办你啊，何会当归这么顺失啊？这就是咱人拢会乱乱想啦，想诶拢足简单诶，讲诶嘛是足容易诶，但是要得到诶，要摕到诶，无遮尔简单吧？是咱一条清净诶天理啦。母牛逐工咧甲咱讲破，咱即个见识上实地识，要行入来咱即马即个心坑。这个金刚钵者，波罗蜜，有诶讲做曼陀罗，有诶讲做金花，有诶讲做咱现主席诶金丹大道。这就是咧讲咱诶灵脉，咱诶中脉。灵脉是伫外口，遐水土山，但是咱诶中脉，就是咱即马即个任督诶中央啊。这条中央线来我，你若分得清楚，你这个灵脉，你现主是中脉啊，都相通。无咱这个台湾岛，碰来神岛，那你讲咱现主是这个中央山脉，迄就是咱即马咧讲的，咱一个人一两骨啦。玉山就是咱这个金珠啊，
咱读个内底啊，即嘛即条摩尼珠啊，即条天珠啊，即条金珠啊，智慧珠啊，是玉山咧主宰一切嘛，伊是总司令嘛，总将军嘛，代表玉皇大天尊嘛。所以讲，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，转过一瞬间，咱的天命嘛，是咱一条清澈的天理。昆仑上重要是啥？这个业啊，所以讲是咱照着这点灵气，显露咱的天影。昆仑真宽真阔，这个海也当遁到咱台湾。这个孤岛，所以才号做玉山，玉皇的金印。咱所有灵机，大家拢要去玉山顶啊！啊，玉山顶遐，你袂当当家咧，哦，伊袂让你伫遐混乱呐，哦，袂伫遐破坏咱现主些气场磁场啊！这是先天无形有无？甲咱有形的点有无？啊，有形伫遐写故事牌，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气。咱再来讲净出先天的心，是咱原来这个天意，是咱来讲着出家咱的落心点，这就是咱的中心点嘛。咱要点起原来迄个中央线。是顺着正天这个灵气，咱爱是归元正时啊。对着咱的中心点，咱所有的发布的控制，这种指挥，安尼就会当顺着你现主席的接受，来讲着你这心的健康性内底啊。咱人心爱健康，这条灵嘛是爱永远的健康。这就是咱的健行，天公伊的健行，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性啦。伊是一路家己主宰嘛，哦，家己照着伊这个所谓磁场的引力，有无？伊是安尼行的嘛。这就是定律，这就是循环律，是咱一条清楚的天界。今天我嫁入做这个天台，阿母啊，给我这个大信号，我才有这条正天的灵气。咱照着天安尼来行的方法，筛选出来你现主持的信息的逻辑，这就是咱传法的天性，形容咱的本性，归到原来这个本意根本啊。也能进入这个身躯，相当是用着真金，见着这个道母，这就是通天的灵性。道母不是一尊神，伊是道性，伊是现主时会当予咱集合中，这个道伫内底归咱的天性，归咱的元真，你无其他的性。咱世间修行，就看到身相有无？啊，你就讲伊的名称有无？迄是咱自然，咱过去所有看的，这个母娘，伊是气场伫遐，神伊是来理解咩？是一条魂，一条性伫遐呢？所以讲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。咱这个肉体，若无这条主灵，你就无法度讲话。你就无法度代表你现主持这个心要讲出来的话语，相当是先天这条灵，负这个肉体，咱在世间的父母生咱的这个身躯，相当是借这个身躯短暂的，要给咱这条灵，搁回到倒来原来，无所求，无所住。啊，这才是清净咱的心性，
转到当个永远纯阳体，所以讲有真济中阳，有真济纯阳，有正阳，即种阳呢，就讲你阴阳倒转来咱纯阳，只有一个性个呢，刚刚刚个性个呢，都无其他，无其他你就不可比啊。这则是咱讲个通理。咱一天去啊，拢是照天落来这种光影影的，实实在在，无其他人呢。这则是咱咧讲大无传声，咱尴尬迄个只是，是观天这个本性，是来讲破咱的清净境啊。这是咱内境啊。内境咱在当知影有这个气流，有这个磁场啊，有咱即马元能晒入啊，这个能力啊，能光啊，这就是咱原来这个动力，是咱即马要讲的天地嘛。咱即马咧出家就是动啊，虽然咱身躯灭掉咧，但是内底伊是咧滚啊，热扑扑啊。神一直带着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啦。顺阳会辉良真理来甲咱带大汉，是元天这点灵气，顺着通天咱的本性。查某就是何凤凰啊，你的阴呢，慢慢离火烧秋宝。保甲你现主持过关，七八五十六，咱就爱卖过一直阴落去啊！咱阴诶，你伫这个每一年八年、七年，你就当归还阳啊。所以讲，查某这个凤凰，就是代表鹏鸟。哦，咱后天挂，你就知影讲阴诶，哦。是伫咱即卖咧讲个，讲即个南西南，啊即个乾就是咱西北，啊伫咱即卖即个西边有无？伊要飞过来东边遮，从河顶挖，所以讲咱只有用着即个鱼啊，鱼啊伫水挖是阴嘛。这只鱼啊，慢慢大，变大只鱼。大只鱼，伊阿满变鲲，伊要龙门，伊就变鹏啊。啊，鹏了，咱个号做凤凰，顺阳。所以九天玄女，伊是女神啊。啊，哪会当徛？这只凤是公的啊。所以你就知影，九天玄女，伊就是顺阳体，伊才有法度徛伫。这只凤凰的钢的顶冠，啊，那无母的袂当讲徛伫钢的顶冠啊。这就是咱要修改原来迄样，这就是要讲阴阳两气，互你知影讲，咱要通的是一条路线而已，尔尔，无其他。这就是咱要讲的天性，修行一定爱踏踏实实。这就是咱要行的脚步，咱要顶天这个腿，我过去常咧讲，我是爬软腿起来，有的是行顶腿起来，啊有的是你即马这个身尊有无，甲你塞起来，有的是敢若爬倒腿有无？迄是凡世间要修正你，要予你一个咱现主持要讲的讲。你有过关，你有这张证书，安尼尔尔，迄是一个教门，迄是凡世间你所有讲的接受一个证书而已尔尔。你毋是真正收起来，天予你这张证书，天公伯啊，这条金光印在你当地，你即马这个脑海脑神的逻辑无同啦，是咱原来一点理，是咱来讲着出家。这条心，人有真侪款诶，你安怎甲讲，爱就是这样的固执。
啊，这就等下咱以后要行的路啊，你感觉出来的时阵了无？大关的，你就挡袂掉啊！我嘛是在做啊，做就是你即马在讲的布施呢呢，布施三款啊，布施自家忍辱啊，甲咱先天的就是精进禅定，八戒啊，这六道是分作咱现住是后天甲先天呢。所以讲，咱来为布施，就是为咱的心量，为咱现住时你的心去做出来，修正你的行为，修正你的心态，修正你的观念、你的想法。这就是咱来讲正时阵啦。你若失去着这个机会，你叫天袂应啦，叫地袂好，你的祖先看你无去。是咱一条清澈的天界，咱用咧比例是较严重啊。但是母牛啊，伊强调，就是爱每一个拢会当生母牛的班啊，就是咱讲的做模范生啊。这就是咱传法这条灵性，好班啊，伊就生好种子啊；歹班啊，伊就哩哩啦啦啊，骂你鬼个啊。重要嘛，顺利现主是福报就对了，了就是福报啊。别人十只脚鞋啊，就用一包料；你十脚鞋啊，你就用包半的料。安怎讲肉哩贵个啊？啊，佫说来卖肉，人袂欢喜啊。初油就是伫遮，所以讲真侪心无共，就是伫遮。是咱一世人，咱要有这个心生正，生老母啊，这个正啊，这款啊，这么善柔啊，这么节省啊，这么自爱，献咱一条清澈的天性啊，这来咱的理智啊，真理的智慧啊，啊，若无你讲袂出来，这种大关系、大关键啊，你。不然无这個，你会生矛盾啊！矛盾就麻烦啊！你一拳我闪掉，哦，我一拳你闪掉有无？永远伫遐咧烧木啊！是咱要平静，无爱搁伫遐动啊！世间就是遮做，做甲你真正会烦啊！你台积电内底卖烦啊！做两工，休两工。但是是十二点钟，阁是穿无尘衣啊！那热人你挡袂掉啊！内底虽然是有空气啊，所以讲咱的心嘛会烦闷，去伫遐嘛，你会生麻烦嘛，你会想足多嘛，到尾你若通的时阵，你一世人往白伫遐嘛，啊是虾米甲你白伫遐？即嘛，咱乌鲁木齐咧抗议的话，白纸嘛。起来，遐纸甲你绑一世人啊！啊，咱人是毋是遐纸甲你绑一世人？你有遐纸，才有这个咱社会你买的这个活动交易。你即马这个肉鱼啦，啊，甲咱即马咧讲的，咱做这豆啊去做的这成型的物件，啊，甲不动产嘛，那是纸的原因嘛。你有纸，大家嘛拢会当去做一个买卖嘛。是咱一点清净的天理啦，无应界是咱这条灵性，有用的就用纸。咱今仔日办祖先，今仔日咱写因果嘛用纸，只是咱阳间呢，咱这个纸较硬，有印咱现主协会草证明，这是一百，这是五十的，这是五百一千的两千的，但阴间。也当分足侪款的啊，所以讲是安尼咧讲的天性啦。咱是照着全世间咱咧讲的，过去咱有认真花、标花啊，啊所以讲咱就有迄个花啊钱。今日要感恩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咱就用着这个咱是讲这个水官的苦，
哦，这个诶，地官的苦来下罪，啊来消灾，是这个意思的代表。但是咱这个新郎教，跟遐你烧金纸无同。心咱是真心的话，大道理要宽化宽细，宽咱这个灵归清。哎呀，钱敢会当互你清吗？那是个业加业啊！遐纸，互你直接用，食愈多，你损耗愈多啊！奢侈浪费嘛！你直接占愈多，阿母啊，你顾伫遮无？啊，就搁重新轮回嘛！所以讲，有形的物质不可得。咱念祖师的精神，再当倒转来，甲老母交陪。甲老母做伙，这个真正的论文条件，就是证明，即嘛政治上界差的，就是论文，有的是去买嘛，买要做啥？风声放影，要你的名声名气有无中悬啊？啊，这就是人偷食补啊，鸭卵白白豆肉有香啊，安尼做是违法的。所以讲政治，伊是爱真正有真纯的、有真好的条件，你才会当来讲头啊。是咱一点灵气啊，咱修行嘛同款啊。所以讲有人到这个正，有鬼神，有鬼神到正派神嘛。今日乌白道，你都爱有乌白道所管的，即个部长。哦，即个院长，佮谁？咱即马来讲总统、国王，即就是咱传法的天地。咱再来讲顺家的心意嘛。总统行路，我咱即马讲驾驶就是伫倒边嘛。国王伊驾驶就是正边嘛。啊，即就甲咱即马咧行的路向无同嘛。啊，即就正反派啊。咱现主席的天性，咱再来讲顺家这个天命，是咱顺家这么稳的天理。咱慢慢行这条灵气，甲咱讲良好病，咱台湾所泄落来，是咱今麦看头前的倒手病，但是有诶是看头前的正手病，因为咱为内底看去。啊，为外口看也无同啊！这就是咱今晚咧讲的八卦。八卦，你是为内底入来，算牵挂，是伫挖咱这个心尊，挖这个病。咱念主是一小天卦，就是地卦。地卦，你就是爱为这个水，就是咱为什么这个咱第一卦，这个坎嘛，就是、水啊，你爱控倒出去。因为咱要看的是行出去，挂咧安就是安尼，你唔是拢同款啦。天挂就是咱即马先讲，这个乾伫咱内底啊。啊，即马咱咧讲讲，这个离挂就是伫外口啊。因为咱要行出去，要看出去嘛，看离就是安尼分嘛。这就是咱要讲的天理嘛，天地之差嘛，伊是伫遐转的嘛。你这配合的嘛，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气啦。咱行的清净顺品，恢复一条天法界。咱行的是应自在，合咱一点正天的灵气。咱再来讲悟出先天的心，这是咱恢复天元的灵。咱再来行向先天的心。有咱一点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这么啊清净，金宝娘娘的天元，咱再来讲顺家这个心转，有对着天元一点灵性，咱再来讲顺家献罗心，这点则是咱的天意，咱行的则是罗心，有咱这条灵元的灵性。咱再来讲归元，敬天。